我刚才讲到姑婆语了哈，那姑婆语是最常看到的。那我们在做介绍的时候，就是，等一下。好，我就用姑婆语当例子来介绍说我们怎么去看一个植物了。好，就是类似这样子。那好，姑婆语大家都熟嘛。好，那其实中间那个红色的是它的果实嘛。好，那我们一般介绍姑婆语的时候，哦，或是说要认识姑婆语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最常看到就是形状。好，姑婆语大概是什么形？心形。哎，姑婆语的叶子可以看到吗？心形嘛。好，对不对？心形。那叶子会有多大？来，你们举一下，你们看过最大的姑婆语的叶子有多大？好，它的是这么大，还有没有更大的？这么大，有没有这么大的？哎，有没有看过3公尺高的姑婆芋？没有，有，真的有，在东部我看过3公尺高的姑婆芋，觉得它不是姑婆芋。那个，没有，真的，因为你看到超出你意想之外的东西，就是说我讲简单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一般我们人有多高？150到180是正常的尺寸，对不对？你万一看到一个姚明230，你会觉得哇，他好大，你还觉得还好还是人？你万一看到一个三公尺的人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概念不起来了。好，就是这样，你会怀疑，真的会怀疑。我之前那看到那个3公尺高，我就很怀疑，说啊，为什么那是姑婆芋？好，那我要讲的就是说。好，很多老师会介绍说这个是形态是怎么样，然后有多大啊，叶是怎么样啊，然后花是大概是怎么样，果大概是怎么样。这些特征好，如果是大小真的只是参考。好，为什么讲说大小是参考？等一下。我放到台湾。好。为什么大小是参考？因为我们在介绍一个物种的时候，其实都是一个常态值。哎，这样子画的不好。好，这样子下来。好，就是说我们身高最多的，好，这里是150到180，这是最常见的，就是这个是最高的。可是还是有边缘的，那甚至还有一些特别例外的，在最旁边或最小，所以有时候会很小，小到你就说，哎，这个是吗？可是小大家比较能接受，因为小孩嘛。好，就是说我们有小朋友嘛，好，生出来小朋友，好，那生出来小朋友大概也是有50-60公分，你如果看到一个40公分的，你就觉得也会怀疑一下，好，太小，就是跟你长大。那大小永远只是一个参考值，我要讲的是很重要，就是你在认植物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植物一定比这个大，长在营养不良的地方。好，就像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的身材去比较好了，你觉得东方人的身材一般都输西方人，可是有出一个姚明。有没有比西方人都还高大？有没有？那你不能说他是西方人，好，他还是东方人嘛。好啊，所以有时候物种在比较，就因为生长环境或是个体的差异，所以你不能以那个大小为当作去比较。好，这个是在认识植物的时候的部分啊。那叶大概形状就比较不会变，可是有一种植物你们认识吗？构树。好，构树叶子变化大不大？好，很大的，有时候会裂开，有时候会全圆。那像姜某也一样，之后我们去那边会有一种树叫姜某，姜某一样，姜某会全圆，有些是会波浪状，甚至就是表面上会有波浪，就是凹上下起伏这样子。有些是完全没有，那还有锯齿，就是说很多植物变化会很大。好，所以当你认识了一种植物，不是说你看到的就是，你要想说我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常态值。甚至区域不同，它长得会不一样，会有这样的现象。走，这个我要先提出来讲的哈。那花一般变化就比较小，花一般都比较固定，好，因为它是它的繁殖器官，它比较固定，它比较不会变来变去，所以其实认花跟果实是比较容易辨认的。好，那会不会有奇形的果？有没有看过香蕉两台连在一起的？有嘛？还是会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一般都单独，大家说还是会两条连在一起。好，那这个只是告诉你们说性状。其实我不是要这个是在跟解说人讲的时候用的啦，但是因为我有改过，但是就不好意思哈。好，那心形的叶子哈，很好认，对不对？好，
然后也会被虫吃嘛，好，这就知道有虫吃。好，好，然后这个是它的果实。好，那果实我就会说，哎，好，你们认果实，那你们要记什么？好，姑婆姨的果实。如果你没有看过姑婆姨的果实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你会想到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听不懂。不受罗登兰。哦，不错，联想力非常好。对，很像不错的，对对对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认识不知道的东西，我们是会联想到我们熟悉的东西。不错的老师非常好，因为很像不错的。对，那我之前遇过都说像玉米，就是红色的玉米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能在认识新事物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跟旧的东西联想，好，这样我们会比较容易记。所以其实你自己有自己的联想没有关系，不要怕别人笑。所以。其实有时候笑一笑，大家比较记得。你看，不错，是吧？不错，这个我会学起来。好，很好。好，那会有介绍特性，就会里面讲说，姑婆是不是有很多用途的？会告诉你说，普通蜂鸟了，你要姑婆语吐一吐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个。啊，有毒性啊，甚至被什么咬了，你可以用姑婆语去解。啊，这个的话，我觉得你不是医生，最好不要乱用，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医疗发展不是像古代说要去看个医生要隔得很远，我们现在就是有问题，像之前那个内政部部长徐国勇就吃了那个姑婆芋，啊，他就中毒，因为他认错，记得有没有？大家也很熟，怎么认的？啊，那还有人说他的太妃可以吃，所以说我们。你们以后认这些东西的时候会学到，就是说认识植物的时候会学到很多都是人家相传，没有实际体验。那我要讲的是，就我自己的经验，人家传的东西跟你实际去学的东西会有时候会落差。好，所以其实不能吃啊，部分都不要去吃啊，也最好不要用。那很多很天真的看完龙猫，龙猫会觉得说有那个蜜蜂有没有？他觉得哦，趁机打哦。我们那时候就有老师去带小朋友去玩姑婆芋，结果回来之后，痒，对，刚玩的时候不痒，全来之后开始全身的皮肤发痒，因为它是有一些生物碱，它会可能有碰到、咳到、失忆。哎，可是好，待会我先讲，会有毒液嘛？哦，姑婆芋有毒液，所以就一些姑婆不要想说下雨天去割那个，然后来当那个哦，你要小心那个失忆，哦，真的，真的不要去轻易去打。你会，所以你有先把它绑好，然后做防护的措施的啊。然后介绍它的用途，就哎，请问姑婆芋有没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用？有用在哪里？绑猪肉非常好，包猪肉，对对对，包猪肉。还有吗？哎，那你有没有想到，我每次听到，我第一次听到说包猪肉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个老师，你刚才不是讲姑婆芋为什么用它来包猪肉？对，不要破没有汁液，这个同学一样，就是因为它的汁液有毒嘛。可是叶子的汁液已经很少，可是如果你有去玩过姑婆芋的叶子，它很强的，你怎么样去揉它、揉拧它、揉完之后再放开，它还是会有毒的。所以它为什么可以包毒？是先毒，我问有毒为什么要拿有毒的叶子包，别的叶子不能包，那就是因为姑婆芋很强的，所以它可以包。那现在我们对有在用姑婆芋包猪肉吗？没有啦，哪里哪里啊？在用姑婆芋用包猪肉，现在用姑婆芋做什么？啊？水果汤、鱼汤还经常用姑婆芋来的东西，尤其是水果汤跟鱼汤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漂亮，用鱼会比较漂亮。然后这个是有人专门在卖它的，哦，有人是去站上，有时候你会到站上看到姑婆芋的感觉，就是有人会去专门卖，这是一个行业。哦，那你真的很多传统市场都还是在姑婆芋啊，而且他们不是每天一碗没有用，但姑婆芋可以用很久，可以用十天。也没有，我看见他每天都会洗啊，没有办法，你就知道。至于传统市场脏不脏这个问题，不在客人的范围。哦，可是他们真的像水果摊也会用，哦，他们其实会定期的汰换，哦，但是因为姑婆芋真的很难，就是说它是有点像在传统来讲像布一样。每天用的话，一直用到每天。好，对，他有用。那怎么认姑啊？可以算错吗？好，就
说你有时候你可以聊，啊，这个要小心的，这个要挖洞也是会有机会的。对啊，所以你要知道，要知道，就是用叶子去做。就是说，当然这些东西自然的东西都可以玩，但是就是要小心。好，那我们一般来讲会说，啊，会有在网络上去搜，会有一些比较图。好，孤国语跟玉孔，就是说什么是孤国语，什么是千字，然后一大堆人会教你一些辨字的方法，那其实都是他个人的经验。好，或者那他做什么？那比较简单的说，姑婆语有吗？吗？姑婆有吗？如果你们看姑婆，姑婆是没有吗？那芋头是有龙毛，说芋头上面不是会形成水珠吗？姑婆也是不会有倒水的时候，所以你下次去户外的时候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或者说下过之后去看，姑婆上是没有水珠。好，酒精可以，这个有。那有些人讲有毒。不能吃，有些人说要煮很久，煮了八小时。啊，一口煮八小时，大概看不到它。好，而且要放很多次水，大概就放。好，那可不可以吃？我有看过，我有去巴丹岛，然后就是菲律宾的巴丹岛，他们当地的原住民会用姑婆芋的酒精给猪吃，猪会去吃这个，那猪会不会中毒？不会，对他们解毒的力量。那我们懂，那东西有没有毒要看物种，那东西有没有毒要看个人的病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请问你有吃过虾子吗？有吗？大家都有吃过虾子，是我们日常吃。有些人吃虾子不会过，那你明明跟他吃同一盘，为什么你不会过他过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解毒能力不一样，可以了解。那有些物种，有些我们常吃的食物对我们没有。反正对别的物种是有利。举简单，我就举简单，就是巧克力。巧克力我们吃有没有关系？好，没有关系。可是可不可以给狗吃？不行，狗会兴奋。那海产类，有些像那个章鱼、头足类，可不可以给猫吃？不行的哈，头足类是不可以给猫吃的，它过敏哦，它可能会衰竭死掉哦。对，那个也是有禁忌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吃的食物，哦，不一定别的物种是吃的，这是我们的适应。那姑婆。好，我们不要讲姑婆芋啊，我们讲近一点的叫芋头。芋头有削过芋头的请举手，有没有毒？有啊，会痒啊，有毒啊，真的有毒啊，那个也是一种哦，草酸碱啊，那是一种碱性啊，不是说，但是你会痒会过敏，但是有些人削芋头不会过敏。那我每次去原住民部落，这些你会在那过去，你会不会讲说芋头是有毒的？那原住民说没有啊。我说你家里会不会？他说不会。他说对对，也有，对我也注意。你了解吗？这是体质差异。那你习惯了也可以，就是你常常教你的，你之后就会有时候可能会免疫的，啊，有时候会更严重。你说好。对。那这样可以认出姑婆芋跟芋头吗？下面的比较都是芋头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叶子的颜色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上面的是。上面的是姑婆芋啊，好 ，OK， 非常好。然后这个可以认得出来吗？可以。好，右边的是芋头，左边的是姑婆芋。好，非常好。请问你们怎么认得？叶面。叶面的感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好。好。就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，但是这是有对比的时候。当没有对比的时候，就比较有讨厌的，啊，就比较讨厌的。那，好，那请问这里呢？这里哪一个是芋头？中间。哪一个？这个。啊，姑婆芋是哪？是姑婆芋这个吗？这个。对。这个吧，好，这是三个是姑婆芋。好，这个有水珠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雾雾的感觉？有毛的感觉，啊。然后这个很亮，哎，你看这一跟这一又不一样了。那怎么办？这一次姑婆芋吗？都是，不是。有吗？这个是千年芋。这个是千年芋哦。你看，有时候就会这样，就是那一个要求已经不同了，就是因为物种其实很多，芋头也很多种。那你遇到，你如果像你刚才那样，那就完蛋了。这个本来是可以吃的，我不能吃的。哦，不能吃的没关系，最怕是你觉得可以吃，吃错。
那这个哎，对，好，来看一下千年玉有没有开口？它这里的到叶底是不是开口很深？好，我都开玩笑讲。然后你看这个是开口很深，怎么样？开口很深。然后你看这个是孤泊玉，它的叶柄在这里，你看这个。有时候我都开玩笑讲说，因为千年老妖，我看过那个《倩女幽魂》。好，可以。《倩女幽魂》，千年老妖很彪，对不对？会彪一点，胸口会比较高。然后孤泊玉，孤泊比较保守，它的领子会比较高。我是这样子记的。我就会联想，就是把你相关的这边，那你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联想，好，我就想说这样。所以，当你有时候在分辨一个物种的时候，并不是你知道的那个条件就一定是一体适用，好，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，就千万不要吃，好，因为可能还是有人会说，哦，记得，因为我们经常在路边解说的时候，啊，就看见说，哦，我那边超野了，我就问说你在摘什么，然后他说要摘某种草。他说不会啊，上次那个老师告诉我就是这个，我说这个很像，你要跟他说。好，我们有时候会他摘错，他跟他讲一下，就是这样。那我都跟他讲说不要紧张，因为那有时候我们印象中，那像菇类有可能的食物还好，菇类有可能，所以说我们都看那种野外的植物不要采，菜市场菜一包30块、20块，贵一点的有机蔬菜50块、60块而已，不要为了省那个小钱，然后动。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介绍孤泊玉的，对，孤泊玉，对，孤泊玉的什么？出果，出生的，刚生的，就是它你一般也看不到，因为好，我待会放到后面，你看火焰包，你可以看到那个火焰包，好，待会我看一下，没有用到火焰包，这样，好，就是你会看到孤泊玉的时候，不是有开花吗？哦，那花里面就会像这样，哦，就是你做不同的观察，哦，它这前面是它花粉的部分，然后后面是雌蕊，我们雄蕊跟雌蕊是不一样，哦，那这是知道之后，哦，像我们会有一种昆虫叫做玉小凤，芋头的芋，孤泊玉的芋，玉小小林啊，小林的那个林，芋小林，孤泊玉在开花的时候，它那个里面会温度会比外面的温度增高一度到2度。比较温暖，那些玉小林就会跑过来帮他送。他其实不是目的是真的跑过来的话，他就觉得比较温暖，然后就群聚一看，对，就制造良好的环境。所以植物也很聪明的，植物为了存活下去，因为刚才讲过，孤泊玉都是在比较阴湿的环境，有没有？那是不是相对比较温暖？那它如果一个地方比较温暖，对昆虫来讲，它要做繁殖的时候，它是会比较跑到那个地方。那在做繁殖的时候，不小心在它的花粉上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就把它收了。所以不是只有植物，你有想法，植物也很有想法。就你能活下来，植物都是很有心机的。你有去了解，我们有一般老师会讲植物的那个心机学，为什么的？甚至有一种兰花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兰花就是模仿它的花模仿跟蜂一样，然后那个雄蜂就杀它，它会释放出费洛蒙，然后告诉说那个经过的蜂说，哎，这个是。美丽的女生，然后他去跟她交配，然后再帮她送交配的花。好，那我为什么我会说知道跟什么？我们都吃过芋头，对不对？请问有拔过芋头的举手？好，有哈，很少拔过芋头。我那时候也没有拔过芋头，我就想说，哦，我们要去野外求生。野外求生的时候，我参加一个团体，然后他们去了，就是我只能带白米。其他所有的菜，请自己想办法从野外取得。对的，他们就说啊，我厉害嘛，孤泊玉跟芋头都认得啊，我不会认错啊，我可以去拔千年芋啊，然后就看到很多千年芋，啊，我找到可以吃的。我就说这个交给我，我去拔芋头给你看，然后我认得啊，看这个叫孤泊玉，这个叫千年芋啊，好，我就说我来拔，然后我一拔发现。嘎啃下面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一直想说，那时候还没有接触，就一直想说，我拔起来芋头，下面是一整颗，就是我们菜市场卖的，就是一颗在那里，结果拔起来没有，
草会水晶，然后千年绿会形成水晶，然后你看，用力拔，好，拔出来，这是拔到有的，有的都没有，一样叶子很大，因为长的地方不好，它长在贫瘠的，也就是底下都是石头，它这里头长叶子很大，可是它快已经结不出了。那后来去哪里拔？去了淤泥的那种东西，就是烂泥巴，很深的烂泥巴，脚下去要陷30公分的那种，拔出来就很大一个。然后最好笑是刚拔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请问这个是芋头吗？对不起，我那时候很菜，我觉得这个不是芋头，就把它丢在一边。然后去拔，拔了好几颗，然后又走去别的地方，我说怎么都拔不到芋头，因为我们认识的芋头的颜色是外面有一种黑黑的，然后切开了，我觉得这个是金而已，不是芋头。然后隔了，就一直拔过去嘛，然后就问说，是的，你有没有拔到芋头？我说没有，拔不到。啊，真的？那你拔在哪里？然后就来对，是的，你很帅，对，就是芋头。因为刚拔出来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不是这个颜色，它会变色，它要褐变，然后才是我们看到的芋头的颜色。你了解吗？就是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，就觉得我很都市手，因为都在都市里面，小孩子就玩过。没有，我就说有看过有，但是不知道在田里面跟我们吃到是什么。就好像你去田里面，如果你吃白米，你又没有看过看到稻子，你跟稻子跟麦米，就是想不到算了。因为这是有花的，我们那时候在南部是，我们去台东五绿有稻田，然后那个我学生就会说，老师为什么田里面要种那么多稻子？对，他没有看过稻子啊。那也有教过美术班的老师，他说请同学画鸡，然后他画什么鸡？超市里面卖光溜溜的鸡。这个都是很好很好，然后就开始就清理了，就是都不知道什么是芋头。你看大小大的，就是你在不同的环境去，所以我就说，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，也就是说我在看这个植物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个植物这里长什么，就是说同样的植物，它在适合的环境中，它可能会长得很好，果实结的很多。那有些你会觉得说，它明明长在这里，为什么也不结果？好，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就是。铁树，我们都有听过铁树开花很稀奇这件事情。可是，在台湾，你觉得铁树开花稀不稀奇？一点不稀奇嘛，随时都在开花，有什么好奇怪？那为什么铁树开花在北京那边为什么这么稀奇？因为它开花的温度不是，它开花的温度要比较高，它算是比较热带的物种。那它开花的温度比较高，那它。因为开花的温度比较高，那北京一般都比较冷，它只偶尔60年或30年才有一年是超过了北京它可以开花的温度，它才会开花，所以就变成36年或60年才开花一两次，所以就很稀奇。可是，在台湾平均的开花温度都超过，所以它每年开花。好，那就是植物生长的环境，因为是冷嘛。如果原来铁树应该是不会长在北京那个地方，那因为就是我们人会用植物园。所以说，有时候你在植物园看到说这个物种，为什么都不开花？可能就是生长环境不好，不是它基因有缺陷，因为植物本身也有可能缺陷。好，那就终于知道之后就可以开始继续聊。然后就煮芋头汤，然后就想说哦，干煎芋头，想说哦那个比较简单，干煎，然后就千年芋，然后就开始干煎，然后。切，我们切很多，我们大概切块1.5公分，然后就开始去干煎。干煎完之后，大家开始试过，哦，第一块、第二块、第三块不对了，不对劲。为什么不对劲？因为有毒，我们的嘴巴都麻了。吃到第三、四块之后，就开始每个人不同的反应，会嘴会痒。因为我们用煎的那个比较没有办法把那个生物碱破坏掉，所以吃到第三块、第四块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已经承受，每个人不一样，我现在吃到第五个块没事。好，后来我们就改变主意，说不能干煎，不然要切薄一点，不要切那么厚。后来我们就做什么事，我们煮芋头汤，因为芋头汤可以煮久一点，所以那生物碱就会比较被破坏完毕。所以我们后来吃芋头汤就没有这个问题。
好，那我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在认识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就是说除了看环境，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有经验，就是相关性为什么会在这里，那我为什么会说请你们回去说你们的植物有什么利用，也是先民，不是说我做插花柜那么多草，为什么它要属于草来做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属于草，其他的草不能做，艾条可以做，为什么最先开始不用艾条，用属于草，除了气候这里很多，就是第一个量要多常见，那时间点也刚好多，因为属于草是在清明的时候占位，那第二第三个是它比较很符合人吃的习惯，就是比较小，可能最早说那个对不起，插花柜是很多不同的味草去做的，就是我可能我用我的，可是到后面大家是一直觉得哦，叶属于草是最好吃，所以这个配方就影响了，理解那个意思吗？可能最早的时候并不是只有用属于草做的，什么草都可以。就是我家里家不一样，可是到后来大家吃一吃，因为交流嘛，啊，交流很多就觉得大家共同吃，那没有土地长地方，那我再去长第二种地方，啊，对，好，那知道植物之后，就是说你知道认识植物之后，然后开始想说，哎，什么这个植物在哪里？它跟生物有什么关系？好，我们做乌龟的果实有毒，可是你还很喜欢吃哦，看你色鸟。小弯嘴啊，台湾南雀，我都曾经看他们吃过，他们都没吃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成熟可以吃，他会把整个吃完，好、哦，他会吃。那瀑布是不是很常见，到处都有？可是我去一个地方看不到瀑布，湖山植物园，不知道你如果有去过的话，请你下次去找湖山植物园的瀑布。好、哦，我目前知道两个，只有两个，为什么会存活两个？比如我自己找到一颗是在西边，猪不容易，因为那边有很多山猪，山猪喜欢吃，会把它吃光。另外一个在哪里？在苏山，在苏山，所以没有被吃光。我就只有在整个苏山到了那两圈，它的那两圈苏山，就只有找到那两圈，其他都不对。然后前面就是你进苏山之前，或者是在别的地方都还找，可是苏山这边真的是找不到那个地方。好，那。花也喜欢在那边，其实乌龟在我们野外观察，以我是比较喜欢看动物的，小昆虫很喜欢在乌龟上，为什么？甚至乌龟下面也有，我们很喜欢看乌龟的叶，为什么？因为乌龟的叶子够大，然后多，然后它叶子够大，所以很多动物可以，小昆虫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躲在下面，相对的直接附着在上面，然后它上面也很多昆虫，天气好的时候上面也有昆虫，因为它的土台够大。可以让很多昆虫在那边进行求偶仪式、交配仪式一些动作，所以其实孤泊鱼是很好观察昆虫的植物。哦，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孤泊鱼在观察。好，好，那很多好，那甚至很多虫。